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，感谢各位热心的赞助人以及劳心劳力的工委们，促使影运思境情牵马中展览成功举行。这次展览融合了摄影、诗词、书法，首开生面，体现出中华文化丰富的内涵。我们坚信，优秀的艺术文化落在我们热爱的土地，努力播种，处处开花，更会带来圆融与共融的和谐社会。三、二、一，隐喻诗境情牵马中摄影演讲会正式开幕。非常感谢拿督雷中堂促成本次的作品义卖及款项捐助韩大建校基金。本次活动作为马中建交50周年的献礼，由韩江传媒大学学院联合槟城国际艺术促进会、槟榔影视社共同举办。现场的展示的作品是李平先生和拿督雷中堂精心挑选的艺术精品，不仅展现了人文与艺术的联系，更结合了诗歌和摄影的美学。拿督雷中堂的摄影作品享誉国内外，曾获多项国际奖项，展现了美好的天地万物和生命的多姿多彩。李先生特别到来，也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学生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，使到学生有机会掌握摄影技能，通过具体的作品了解摄影艺术的美学。对此我深表感谢。马来西亚特别是槟城与中国有着浓厚的中华文化联系，而今天的展览，这个就是对这段深厚友谊的见证，也是对马中两国在未来更紧密的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展望。我相信通过这次展览，我们可以让更多了解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艺术的无限魅力，展示槟城作为一个文化交汇处的这个魅力。我们期待更多的交流。